啦，嗨，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喜？不好意思，我错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要不这个当赔礼吧。太不要脸了！又躲进厕所偷着玩呢？茶水间了。谁惹你了？谁不要脸了？我们公司隔壁的一个小鲜肉抢了我的卤肉饭。打他呀！行，组队打，我上九阳神功，咻咻咻咻。帮派入侵活动，晚上等你。芦荟，走了走了，下午茶时间到了。不去，不开心，不想看见他。哎呀，不就是霸占了你一碗卤肉饭吗？我赔给你就是了。走了走了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我每天送他各种零食都没见他收过，他是不是……我没有，你看上的我可不会。他是不是特别喜欢吃卤肉饭啊？你平时就吃这些啊？卤肉饭吃不吃？我请你吃个饭吧。别再提卤肉饭，还有，干嘛请我吃饭？吃了你一顿卤肉饭，还给你啊。18块，支付宝、微信都行。行，那加个微信吧。江湖不见。啊。没事吧？哎，你的零食。按照你这么说，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？你别吓我。我觉得他要是跟你表白，不是就从了吧？你还是我媳妇吗？帮着自己老公搞外遇，鄙视鄙视。你完全可以游戏里面养个，游戏外面再交往一个嘛。早知道你这么无情，我就接受他的卤肉饭了。哎呀，别急，我觉得他明天会给你送的。什么时候该算卦的了？今天开始的，说的好像真的。对了，你给我地址，我给你寄游戏手办。什么手办啊？上周抢到了一把倚天剑，一把屠龙刀。你要刀还是剑？宝剑赠英雄，剑归我吧。你的卤肉饭，发什么呆呢？让我去。你有没有喜欢的人？喜欢你算不算？喜欢我算怎么一回事？我们俩难道搞百合啊？你的意思，有目标了？多少钱？不要钱吧？啊？为什么？姐姐，这地址就在隔壁，你这不逗了我玩吗？你看看，我老二孩子，我不骗人。芦荟，走，偷窥我男神去。不去不去。怎么了你？这几天总是找借口不去，你是不是？不是不是。不是什么呀？芦荟，有人找。啊，等一下，马上。
你让我等了32分32秒。我忘了。玩游戏玩的生日都忘了。走吧，爸妈都等着呢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拿包。不好意思啊，手机没电了，才回来。做日常去？跟朋友做了。哦，那我去找你，在哪儿呢？想吃东西，来我这吧。果冻都不给我。交好了，跑这么快啊？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给你包零食怎么样？我可以自己挑吗？可以。早说呀。问吧。最近怎么不上游戏啊？上了你也没空陪我玩，不是有个美女陪你吗？那天来找你的那个男的是谁啊？这个是个人隐私吧。别，我说。说。我哥呀。你哥？亲的？亲的。可以给我吃的了吗？那我问你啊，那天那个女的是谁啊？是你女朋友吗？感情这种事情呢，是勉强不来的，还是要看缘分。那我偏要勉强呢。其实那是我小号。今晚的活动奖励很丰厚，人肯定多，早点上线。千里寻缘嘛，我最喜欢这种活动了。对了，问你个问题。爱过。正经点好吗？什么时候认出我的？哎呀，你这一回国我可有口福了。对了，辉哥，我妈说你新工作在我们那个大楼呢。你隔壁。缘分呢。哎，你旁边这个人的名字挺眼熟啊，好像是我们家芦荟的游戏名。你认识？对啊，我同事也是我闺蜜。风卷花，整天沉迷游戏无法自拔。确认一下。好嘞。随天地随你
明天公司介绍我认识一下。此心辗转无踪无迹，从来想要的指引跟你费尽了心机，偏要你知何为长情，薄命换寸心。梦中天地吹不醒，苦笑无音信，一片涟漪进我眼底。好气啊，果然是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，丸子太坏了。你也很漂亮，别一竿子打死自己。你们怎么这么坏呢？傻的可以，不过以后我给你画。站我